我就喜欢看到你担心我的样子。肉麻，你怂恿我去打猎，是为了引开别人的注意力，对吧？嗯，聪明。我今天晚上就起床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帮我做掩护，你要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一直都在。不就是打掩护吗？ 没问题，明天我就跟大家说你生病了，再让影子把房门看好，不要任何人进来。怎么样？嗯，非常好。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担心我？这里是南诏，而且你又不带侍卫，我当然担心你了。我就喜欢看到你担心我的样子。 肉麻，不行，我不能对他动心，我终究还是要离开的。子晴，待会儿我们比一比，看谁打得多。哎，你的弓箭呢？我不打猎，就去玩。宋王妃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 四王子怎么不跟你一块？哦，北岳得了风寒，不舒服，就不去了。传闻中四王子武功盖世，没想到身体如此羸弱，区区风寒而已，居然不参加如此盛大的打猎盛宴。他本来就不喜欢打猎，如果你想切磋的话，下次吧。朝夕公主，令兄怎么没参加啊？我哥他身子弱，而且他不擅长打猎，所以就不参加了。就是嘛。 你家也有人没来，干嘛总盯着别人？别吵了，赶紧走吧，再磨蹭太阳都下山了。快点，马上就要追到他了。驾！这只兔子有问题，看我举起。驾！驾！驾！ 别急，先走。那你呢？我来救他们。快走！保护好自己，走。思清，你也要小心啊！